世界上最贵的咖啡有多贵呢？答案揭晓，就是它，一杯呢将近台币1000块钱，猫屎咖啡。这一粒粒看起来像青豌豆的东西，可是价值连城，因为它不是一般的豆子，而是被麝香猫吃下肚后排出的咖啡豆。Alas 4, kinakailangan kami. Mapick up namin, makulik namin sa loob ng maghapon. 咖啡豆是麝香猫最喜欢的食物之一，咖啡豆在猫的肠胃内发酵后会被完整排出体外，这让咖啡也变得更加香醇，也被称为猫屎咖啡。这样一小杯就至少要900块台币，因为数量稀少，因此有商人脑筋弄得快，开始人工养殖麝香猫喂食咖啡豆，借此稳定来源。只是有专家称，这样的咖啡豆与野生的猫屎咖啡豆味道差很大。 When the animal is cageAnd they are fed, they do not have a choice. They will eat anything that is presented to them. Because if the civet is not free, it is not happy. And if the civet is not happy, it will not produce happy coffee.猫屎咖啡产地主要集中在印尼、菲律宾等地，物以稀为贵，因此猫屎咖啡也被称为世界上最贵的咖啡豆。中央新闻综合报道。